今天花文滚的妈妈要带着花文滚的兄弟姐妹过来，他们来了，没找到路口，我出来接一下，因为他们过年呢，一家人打算久违的去休息一下，毕竟生宝宝了以后呢，再也没有出过门，所以呢，就把三小只先寄养在我们家里。来了，我给你带了一点点吃的，还要自带粮食。其实猫粮不用带吧，我们家都有粮。猫粮我拿了，猫砂没拿。不用换鞋，直接上去就好。先把它们放在这里。先把它们放出来。我们关门吧。哎，你不要关死，待会就像我上次一样，完蛋了。你看它一直在骂人。英邦，这就在骂人。英邦嘴好碎哦，英邦。嗯。你看人家瓜妹都出来了，你看胖吧，胖，是不是胖的？胖的，你养的好好哦。它也很胖的。多多，多多跟呱呱好像啊，我感觉。嗯。是不是啊？嗯。简直是一模一样。是的。瓜妹，瓜妹，啊，好肥呀，啊，真的是好肥，我估计它得有八斤。有。你在凶谁？在你在凶谁呢？这两个虎视眈眈，好笑。鹿宝宝，鹿鹿想进来打架的鹿鹿，它相当飘了，我感觉它，这个是安全的啊，哦，这个是他们在家用的一个取暖的垫子，刚好就带过来了。哎呀，它还进去那个窝了，自己就进去了。好可爱哦，哦，好可爱啊，瓜妹，我好想撸它。嗯，它很萌，大头，可好奇了。嗯，摸到了，终于摸到你了。哇，它真的胖，比滚滚胖。比滚滚胖。嗯。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越来越肥，越来越肥。真的啊。绝育之后越来越肥。我还以为它很小个，你乖一点啊！你乖一点啊！啊，眼睛了，哎，有一点。哎，其实它长得也挺漂亮的。嗯。要不我们不理它，我们到里面去，让它自己待一下。等一下就好了。对啊。它还要躲在后面吃，第一次啊，还要躲在后面吃。牛牛，去了去了去了。怂牛。这是花文滚的妈妈呀，你喜欢花文滚，你不得跟人家妈妈好吗？嗯，去。牛牛，牛牛超喜欢花文滚的，他就算他现在已经没有蛋蛋了，他还天天围着花文滚转。他已经没有蛋蛋了。花滚滚，你爸。拆个六条去勾引，现在肯定勾引。对，哦，他挺凶的。对，鹿鹿也挺凶的。鹿鹿他只凶猫，他不凶人。哦，人家走了，没有了，吃完了。牛牛，牛牛好妒忌啊！妹妹，花滚滚，花滚滚。花滚滚，你怎么还在生气啊？别生气了呀，臭滚滚！哎呀，小狗这是，好，小宝，把你妈妈叫出来。露露啊，你好管闲事哦。牛牛，他这么凶，你敢惹他吗？啊？这两个是为了吃可以壮着胆子的啊。对。来，小宝，小宝，来，牛牛，牛牛，啊，小宝。你爸。
你要不要进来？进来吗？你妈？你爸？陆爸爸很不服啊，那你进去打一架吧。才来我们家半个小时不到，他已经没有把自己当成外猫了，上人家的厕所，喝人家水，还要挠人家的猫抓蛋。这个大胖鸡怎么回事？又开始隔窗对骂了。娘娘，你就这么认怂吗？娘娘，不反抗一下吗？必须不能败下阵来，眼神也要杀死他，是不是啊？不能怂，今天一怂，接下来的半个月你都怂了。妈妈，你会被打的。哦，是不是？哦，小宝已经窜进去了。小宝，这两个小姑娘，对，胆太肥了，这两个真的。他们俩就没心没肺。你的试探到此结束，走。无辜的样子。嗯，喂，我开。哎，你不能进去，你进去要挨打的，我保证你挨打。你出来，你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对呀，他怂了，因为现在只有他一个猫呀。慢动作。这个表情有点像妈妈。他表情很像他妈妈的。他在舔嘴。慢动作，好不容易溜出去了，不要来了啊！不要再进来了。哦，是管美，管美。哎呀，你看管美完全没有把自己当外猫，是不是啊？嗯。爸爸安慰他一下，他可能现在觉得好委屈。最喜欢的毯子要不要去？好，来跪下。最喜欢的毯子。啊，好了。对了对了，真乖，多多真乖。他想钻到里面去。英爸，英妈，阿姨摸摸好不好？哦，好好，不摸不摸不摸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他不咬，他只是凶。嗯，我不想刺激他。你也凶了，你凶什么？来，你最乖了，凶。你们家没有一个脾气好的。哎呦我的天，你那个脑袋怎么伸进来的？听到呼他马上就出去了。这个头伸的，他要藏去那里面。嗯，就让他藏吧，没关系。你凶什么呀？你告诉我啊。不撒娇，不撒娇。嗯，找爸爸撒娇去了。气的，气凶，凶多多干嘛？啊？那个是多多呀，他没认出来。啊，想回家？想回家？嗯，想回家。看你这个样，这撒娇嘞，真是。没人弄你啊！一半天化工都没出来啊？没有，躲到抽屉里去了。小心抓你了！啊，他是想要抓我，不生气，不生气好不好？不生气了，不生气了。我也是妈妈呀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不生气了啊，不生气了。你是不是当妈了，性格也变了？以前没这样子的吗？还在生气呀、啊？我感觉真的是，真的是太难哄了。还好呀、啊，我看他没有想逃跑的样子。但他真的是在生气，我感觉他生气，他看我的眼神都变了。嗯，
下次带妹妹来看你好不好？或者你下次回家看看妹妹好不好？对啊，我说带她回去。啊，回去看看妹妹吧。还是要去躲。你忘了谁把你抱回来的啊？红红文。哎，他没有要出去，你看。过一段时间来接你啊，好不好？乖一点啊，不生气了。求安慰，求安慰，求抱抱。没事情的，对，这里很安全的啊，没有人会欺负你的。哎，你这个小贱猫真是脾气大。对，没事没事，只能慢慢活了。没事的，他晚上过一会儿他就，我看他现在就已经很放松了，因为他三个一起的，他不是一个吗？但是瓜妹没怎么离开过我，从到我家之后，他唯一一次跟他分开时间比较久的就是我生娃，在医院待了五天嘛，然后我是从他第一天晚上他没见我没回去哦，他就趴在我家门口那个桌子上，一直在那里面待到了三更半夜，一直待着。我就是住院第一天，我看他啊，他就一直趴在那里看着，守着我，有点可怜的，我感觉。拜拜，新年快乐。关关还认识哥哥吗？嗯，小豆哥哥呀，他应该是闻到了熟悉的味道，所以一直在闻，但是他还没有发现英镑在哪里，居然坐下来要睡觉了。关关，那是英镑哥哥呀，他在远远的看他。牛牛，你认识人家吗？牛牛，嗯，你要去凑热闹。乖妹，乖妹，嗯，还是乖妹好。乖妹来，乖妹来了。关关，那你在这里陪英镑哥哥还有小多哥哥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嗯，小豆跑出来了，乖妹，乖妹一副臭脸。蛋桃，桃桃，你胆子蛮大的嘛，还去偷吃人家的东西。桃桃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嗯。你可打不过他的啊，就你这个怂样。好了，睡觉去，走。毛毛，你要去睡人家的暖垫啊？嗯，这个暖暖的是谁？嗯，你小心他打你啊，我可管不了。他就是一直在观察小多和英镑，他还是很谨慎的，小心翼翼的。你看你睡成什么样子了，腿腿都在外面，你睡什么凉垫呢？嗯，你这明明就是睡地板呀，你骗你自己啊。我猜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这里肯定躺满了取暖的猫。看看阿毛这副醉生梦死的样子。